那也想要跟老师来聊一个比较高深的问题哦，跟老师的作品本身有很大的关联。请问究竟什么是禅呢？而且现在大家就是基本上每天就忙啊忙啊忙的，怎么样才可以达到一个禅这样子境地？谢谢。OK，禅当然是从六朝的时候，从印度然后发展到中国的。那禅其实不是来自于外国的禅，这个是印度的那种禅学，然后加上中国的道家合起来的。那所以像达摩，就是西元527年从广州上岸。然后到了南京跟梁武帝见面，梁武帝问他：“我抄佛经、建佛塔、供养和尚、武士，有没有功德？”达摩说：“没有。”梁武帝问他为什么，他就说：“你这个是人间很小的福报，跟真正的禅没有任何关系。”所以梁武帝很不高兴，那达摩就走了。禅就是自己当家做主。走自己的路，成为自己的上帝。禅不是说有一个宗教，你去膜拜它，可以消灾祈福，这个不是禅宗。禅宗就是每个人要顿悟出生命的真谛，然后，所以生命的真谛就是你在任何时间中，你完全无我，同日于时空之中，就像生命的实相，就是。每一个刹那加起来才是我们的一生，所以每个当下就是生命的微分，把所有的当下，所有的无穷多数的当下合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一生。所以一生就是所有的当下的积分。所以我在少林寺天王殿广场有块碑文，正面就是用心若镜，背面就是生命是时间的微积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正面是用心若镜，这个也是禅的意思。就像禅宗，无论是六祖慧能，他讲那个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”。整个禅就是从唐朝的那个，当然是从六朝就开始发展，到了唐朝就是发扬光大，到了宋朝就是连续发展。我们看《六祖坛经》第二章。里面六祖讲，就是心平何劳除戒，行直何须修禅，日用常行劳役，得道无关于思前。菩提指向心昧，何劳向外求闲？据说一此修行，天堂就在目前。所以，真正的禅师不持戒。不念经，不礼佛，不打坐，然后，那真正的就是发现生命的实相，然后全然的做自己。但这个自己里面没有自己，就像我现在，我的面前有你，有这个我们直播出去的所有的观众们，有旁边有协同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的助理，这个。就是这个时间切片，我就是涵盖了这一些。同样，你也是，你这个时间切片涵盖了我，涵盖了外面的所有空间。这个里面，我们每个时间切片都一样的。所以，中国河南长沙景城禅师讲了一句话，就最喜欢的。然后，当你进入了这个状态，你的。进十方世界是沙门眼，进十方世界是沙门身，进十方世界是沙门自己光明，进十方世界是沙门，在沙门自己光明里，进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沙门自己。他用白话文就是 All Universe，就是在全部是自己，全部是在自己光明里。就是当你进入了心流状态，那个。时间空间是不存在，因为你已经是时间空间本身，你已经是宇宙全部的全部，再也没有你，也没有别人。所以禅宗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就是三祖僧璨，他讲得非常明白，叫自道无难，
回旋谴责，淡漠爱正爱，动人明白。所以最高的真理很简单，你只要心中不要谴责，说挑这个挑那个，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心中不要说不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，那就是禅的真正这个开悟者的核心精神。哇，太赞了！那也是希望说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蔡老师分享的观众小伙伴们呢，都可以悟到一些关于禅的一些意境哦。那不晓得说，老师就是未来呢，还会有更多像类似于一次 NFT 这样形式的一些创作吗？比方说，会不会再推出不同系列的 NFT， 或者是会不会在一些线上的平台，像在元宇宙来进行一些艺术的展览呢？就越来越科技化了这样子。会啊，我目前有做了很多都是主题，就像我之前画水浒108将，后来会画七侠五义。我有一个就是我很会发扬那个就是中国风，我的画的话你看都很空灵啊，就是留白很多啊，就是中国风。那个很多中国的其他的作家们呢，就是或是那个文化创意产业者不太了解一件事，就像我们看兔宝宝一个 IP， 大力水手一个 IP， 唐老鸭也是一个 IP， 米老鼠最多两个 IP， 就是但中国每一个项目都是100以上。水浒传包括108将，还有其他像潘金莲啊，那其他的武大莲啊，还有西门庆啊，加起来大概150个 IP， 每个都赫赫有名。七侠五义也是大概有50到80个 IP， 什么南侠展昭啊，北侠欧阳春啊，白衣堂啊，就是都非常多。三国志大概超过100个 IP， 无论是蜀汉或是东吴或是那个魏，都每个都是像班公、张飞、刘备啊，什么孔明啊、诸葛亮啊，孔明啊，还有东吴也是啊，就是孙权啊，什么很多很多，北方也是。那西游记800个 IP， 你看光是唐僧、沙悟净、孙悟空、白马、猪八戒啊，就五个啦。还有他81次的妖怪，每次都是最少2-3个，所以妖怪又大概160个。那其他的像女儿狗啦，什么很多很多，所以每个都非常有名。那故事的转折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它不会重复。所以我都是说，我们如果是身为中国人，要发展从古代里面去找到很多资源嘛，这些资源里面很多读者都已经耳熟，就非常的想，就是非常的了解他那个人物的个性，所以我们的人物都会赫赫有名，所以做这个是会红的比较快，不必解释什么。那同样的，中国也很多小说，就是说我常说文化是什么，文化是一个时代结束了，能够留下来的唯一留下来就是文化。所以一个人死了，除非他有文化，要不然大部分死的99.99%，就是他之后他的家人呢走了，他认识他的朋友走了，这个人简直就像没有来过地球一样。那除非他有留下作品，就像中国夏商周留下的《诗经》。诗经是一个人创作的啊，那战国末年留下来是楚辞屈原，那再来两汉留下来是汉赋，就像班固啦、走诗啦，然后再来唐诗，李白啦、杜甫啦、李贺啊，那再来宋词，苏东坡啊，那个李煜啊、李清照啊，再来元曲。马致远啊，刘关清啊，所以文化也是随着科技进步、时代进步，就像在之前就流行诗词，然后到元代已经是印刷术很好的啊，不是，已经是流行序曲，
所以元代的所有留下来都是可以演成拍成电影呢，可以演成那个舞台剧的。到明代印刷术已经很就流行小说，罗贯中啊、施耐庵啊、水浒啊、三国啊，还有再来就是清代还是一样的鬼小说，颜美啊，就是子不语、续子不语和聊斋志异。所以文化就是透过它的媒介，让全部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在里面，这样才是文化。其他的像宫廷文化，那个是小众文化，或是那个是只有少部分参与，那种不是所谓的可以留在历史上面。那我身为文化人，我当然我的作品也会传世一千年，因为我透过的是漫画。漫画一个优点就是读者可以透过自己的阅读，然后一页一页看，他如果看不明白，然后可以照他的阅读那个能力，他看不明白再回来看，看到自己觉得跟前面有关可以再回来看。这本是亚马逊可以买得到的，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他们全部我是所有书都出版。